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土兵，我哋嗰日咩读咩啊？为什么你今天要讲粤语？而且你是不是在偷偷骂我？中秋节要到了，没错，我们今天要来试吃的就是在华人圈非常受到欢迎的奇华月饼啦。那我要先来试哦。嗯，我想要先试这个富贵中秋礼盒。哇塞，看起来就很油亮哎、欸。真的哎、欸，这是双黄莲蓉月，吃起来有独特的清香哎、欸。吃起来甜而不腻，完全不会腻口。而且啊，奇华的月饼是广式口味，最大的特色呢就是皮薄馅多。你看它皮这么薄，然后馅料这么饱满，完全都是师傅的真功夫啊。第一个就好好吃哦，那我们再来吃下一个八星聚宝礼盒。等一下，没有这么简单，又可以让你吃到这么好吃的月饼。等一下，我们试吃的五仁金腿月啊，我希望你能够猜出来它的内馅用什么食材做出来的。我一定猜得出来，因为我有灵动之舌之舌。吃出来了没有？有点灵感了。嗯，可以开始抢答了吗？好，请说。好。它有核桃仁，有杏仁，有花子仁，有榄仁，也有芝麻仁，没错。上等金华火腿，有广式叉烧，有。哎、欸，真的全部吃出来了，你是不是有看小抄？对啊，那里面自己承认呢。那里面料这么多，对，不可能测出来。你要让我带回家多吃几颗，我才能感受它每一个料如何扎扎实实冲击我味蕾。作弊就作弊了，还讲那么多次啦。我们还有这一款，对啦，这是蛋黄奶黄礼盒，哇，超可爱的，颜色很漂亮哎。这种大小，闻起来奶香味超重的。嗯，这个迷你蛋黄奶黄月，它里面外层松松的，然后一咬下去，奶香整个扑鼻而来，真的让人家回味无穷哎。真的，而且它那个有那种香甜甘醇的感觉，女生一定超爱。我跟你讲，想要换换月饼口味的话，还有这款酸甜的凤梨金酥哦。哇，金工香香，赶快要试试看吧。哎，那酸酸甜甜的凤梨金酥，它吃起来真的是满嘴的凤梨果香，而且还不粘牙，好好吃哦。而且它，你有没有吃到它那个外皮非常的酥松哎、嗯？而且最棒的是凤梨。好运旺旺来，有没有送礼就是要送这一款呢、啊？哦，真的是超满足！哎、欸，等等等等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当然要自己独享、啊。不能偷偷带回去，对不对？快拿来，拿来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直接跑。